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画面就干了，我就把刘白叶给戳下来了。这个因为没有录像，因为吹风机吹干了，然后把这个刘白叶戳下来了。现在很多的这个线就非常硬，就刘白叶的线哈就比较生硬了，对吧？看得出来。没关系，你这个时候可以大胆的去在刘白叶上重新再画，颜色生硬的，形态生硬的，颜色不能统一的，这时候都可以重新来画，完全没问题。这时候透光的地方，树顶上透光的地方，其实空出来不难，难的是就容易画碎，缺乏整体感。这个时候就要慢慢的去调整一下。首先把刘白叶的这些比较生硬的边缘，用颜色再稍微做一下遮挡，用它跟它周围相近的颜色做一下遮挡，不要让它这个刘白叶的痕迹太严重。咱不是刘白叶太咱不是说我这个意思，不是说刘白叶的边缘线都不好，而且有一些它在这儿不是很需要。比如说在远处的这种白点的形态太大了，就跟刚才我讲的这种近大远小的这种天然透形态透视关系不大，那么这时候我要用试着颜色把它的这个形态改小一点。这个时候上去的颜色就是点点很多，对不对？因为我的纸面干了，现在上去的颜色是湿的颜色。那么湿的颜色大家都知道颜色看起来会深一些，等它们干了以后融入感会更好。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水彩干了以后它会浅一层，所以你宁可往深里画。我有个学生，他画的这个水彩其实湿的时候看着都挺好的，一旦干了以后就觉得不舒服了，就觉得都是像穿了一层白纱一样，觉得不透气，就是它的颜色全都浅，没有重颜色在里面，重颜色都重不下去。我现在看了一下我旁边这幅画，然后再看一下视频，我觉得好像视频跟画有色差。现在的这个相机啊，你就算是没有美颜功能，它就能给你拍出一个这样的美颜功能来。其实画要比这个现在我看到的视频效果要好一些。还可以看这个照片，我在画的时候，旁边学生在问我，你为什么天空不画点蓝色？我把因为原因关掉了，因为我画画的时候在跟别人在跟别人交流，就是说为什么你天空不画颜色，不画点蓝色，那不是天空颜色更透了吗？就是我觉得天空这时候露出来的蓝色就会特别特别假，因为所有的经过这个叶子啊，它都会让阳光洒进来的这个整体的感受是暖暖的、刺眼的，这种被叶子透过来阳光，你看过去整体的时候，你并不会注意到天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天空，而是整个光带的这种感觉，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在画上，如果在这里面的天上蓝色的话，反而就会有一种漫画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宫崎骏那个漫画的感觉了，就是。虽然是很仙，但是就是觉得不太真实。你这时候我也意识到右边那些点在用刘白叶的时候画的有点稍微随意，那这时候就可以去再修补一下，让光能透过来，但是不要太碎太多。然后刚才你们看我有些名字加进去了，我觉得可能不够整体，我都用笔用水可以再把它融一下，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来。
最后这步的工作其实花时间是花的最长的，也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时候，就是很容易画着画着就忘记一开始的这种整体的想要的这种效果。大家会看见还是在把一些亮点变小，分成2个、3个，或者是把它直接形态缩小，让这些光透过来的不要太浅了。那我主要突出的是远处的这个深邃的感觉和这个树顶上光透过来的感觉，所以别的地方你可以透光，就是说小插曲啊，不能影响这个主旋律。所以我一直也是在画的这个过程中，自己在慢慢的，在分析。如果你可能同一个题材的话，让我多画几张的话，也就画顺手了，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思考过程。所以我有时候拿来做放画的东西，就是我愿意拿来给大家做放画的题材，通常都是我画的不熟手的东西，这样我才能知道我要跟你们唠点什么，要不然。画顺手就是我画完了，我有时候都觉得没什么可讲的，真的，现在让我再去给你们画一个比较，小清新的细一点的这种推运的这种画法的人画的话，我肯定估计全凭一句话都不说，让你自己看呢，你没有什么可讲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看个过程，对吧？那么看完过程以后，你可能明白了就明白了。你不明白就不明白了，那么我愿意在这种我自己画的其实手不熟的这种情况下，自己在第二遍再去看自己视频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的，愿意这样跟大家一起去剖析自己，然后去剖析这个自己在画这幅画的时候的感受，并且。在我一般在夜深夜夜深夜深夜，我一般在夜深人，我一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大家配音。这个时候呢，脑子比较清楚，很知道在这些当在讲这个自己视频的时候，会有一些突然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我突然才发现的东西。那么所有给大家讲的东西，基本都是一遍下来的。都是 然后，很多情感的东西，很多情绪的东西，我就自己也比较容易流露出来。那么晚上的时候就比较放松，所以我不太做同期声。首先我画画的时候，我不太容易讲话，本来就不是个特别有逻辑性的人，在画画的时候再讲2句，我就彻底毁了。所以我有时候跟学生做画画的。我一般就是画的时候，我就敲敲桌子，敲敲黑板，这样看呢，去看一下啊，注意一下，pass off，然后你提醒一下，你要看了，但是你能看到什么时候，其实每个学生都不一样。那跟大家讲课不一样，给大家讲课不一样，毕竟我看不到，然后所以我的这种感受还没有那么深，但是我身边的学生，他们画，我都知道他们每个人什么特点。我不可能再画自己的一张画，说，哎，那个谁你来看这儿，那个谁你来看那儿，做不到，对吧？所以我一般就这时候敲一敲，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稍后我再讲。所以就是我在画画的时候，说让给大家再讲，慢慢讲解绘画过程，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事情，可能你们听起来也不会觉得特别舒服。现在就是在整理后期阶段，就是说看后面有一些单调的东西，可以在树干之间加入一些稍微再强调一下空间的东西、远处的东西、地平线分界的地方。那么树中间的东西，树大家都知道，这森林的树不是像外面长那么干净，很多的树是倾斜的。是不健康的，你是不能长得很少。那么在这里面呢，再找一些东西，然后不断的去丰满它，不断的去调整。
这个阶段其实挺长的。我好像从，咱们的中级班的时候开始，我就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加速视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会看原速视频能感受到的这个画的这个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你就不见得有时间去思考。你要看一个加速视频的话，那么还不如看步骤图清楚，所以我尽量的给大家录原速视频，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去看，因为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那么我在动的时候，我在用笔的时候，都是从哪些地方慢慢开始的，哪些地方是我踌躇的地方，就是一直在反反复复的画的地方，那应该是比较失败的地方。那么哪些地方是我一步到位的？那么哪个地方，是可能很偶然的效果，或者大家都会看得比较清楚。后来右边，左边这片绿色，深色偏绿色，里面其实画得很透气，对吧？然后虽然是深绿里，但是有隐隐的那种光透过来，而且不扎眼，很舒服的那种绿色。这个红丝带里面就比较重颜色的，静静。树干的下半部分，不要光秃秃的，要在树干上面画一点这个它的这个根系的。方向，那不是这个树干倒地了，周围什么都没有。通常在树底下会积攒比较多的，落叶，会有一些这个，菌类生长，也会有一些杂草生长，对吧？我会注意一下树干底部的，就这部分，不要光秃秃。我都会把稍微往旁边。对，走一下，一个是那个不够的话，我回头还会再补一些这个落叶和灌木进去，然后再晾一下，同样一个它可以灌木看得到很深的树枝，一点点，大家注意啊，我森林里啊树很少有绿植的。特殊的这个，特殊的这种物种以外，很多的树长得歪七扭八的，这种自然的感受还是要保留一下。大家都是在什么时候画画？都是在
晚上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时间？8点、9点、10点开动吧。我好像现在晚上的话，我时间有点少了，因为我晚上可以动笔的时候都要在8、9点钟以后。那么一画的话，肯定是画到11、12点，然后再准备。但是的话，就太晚了。我想画白天画，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晚上做，比如说配音，处理视频，剪辑，然后上传，就是在晚上的时间来做。因为晚上画画其实特别舒服，现在就是很少有这种晚上画画的机会。你觉得晚上，我属于那种晚上类型的夜猫子，所以晚上我的思维是比较活跃，然后我会自己比较兴奋。因为有时候经常听别人说要早睡，但是在我这儿就根本就实现不了。你为什么要早睡不睡？是你白天有那么多的事情在被干扰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然后亲人也好，家里也好，其实很多东西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其实挺大的干扰的。你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想事情去思考。你只有晚上的时候会很单纯的去想自己，或者说去想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因为我是觉得好像过了30岁以后，没长那年可能感受会多一点，就觉得体力和精力就是越来越跟以前有更大的差别，就越来越不好了。所以说晚上如果真的到很晚的话，然后就是说倒头就可以睡。年轻的时候感觉就是好像你就算是到12点或者凌晨，你只要倒头就能睡得很沉，就能睡得很好。现在就是给你睡，到时候晚上你就很累了，好像躺下也睡不好。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要去睡，可能真的要晚上去画画，可能会好一点，去尝试一下。我很习惯把自己的时间排得很满。虽然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向往，无所事事、很悠闲的这样的，可是做不到就每天的日常，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基本上就是，我不好意思说是以分钟计算的，但是那最起码都是半小时计算的，所以就排得特别满。然后你要是有段时间觉得，自己竟然不知道干嘛了，就会觉得挺自责的。所以这段时间画画也好，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不知道把这个画时间花在哪里去的。所以其实我也挺好奇，大家都有什么时间可以画画呢？我认识挺多画家的，他们画画挺奇怪。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职业画，我说的是职业画家啊，就他们就是以画画为生，然后就是说要靠这个养活自己。有很多人他白天天热了不画，天冷了也不能画，人太多了不能画，没人太寂寞不能画，没酒不能画，喝多了不能画。因为其实你就看下来，就真正高产的，并且在自己这方面能一直进步的职业画家，就是现在都非常非常少。你觉得画画是个挺激烈的？我不是说他们那样不好哈，而是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一点都勉强不了。你真的觉得你需要画画，就不需要画，你一点都不想画，那个时候其实还挺痛苦的。但是他们职业画家就必须要靠画画去养活自己吃饭，你可能画没饭吃，很多的这种定制赶过来的时候，你特别赶工作的时候，你想画都画不出来，因为你没感觉。所以很多这种
用它流水线画的，反而都是很好，很好操作，对吧？反正每张都是一样的，每次画就是同样的，那种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其实就真正的画家能达到高产，并且不断的能进步，是挺难的事。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些，然后谢谢大家。这句话整理到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我后面有些细微末节的再整理，就是我没下画之前没再整理哈。我没有拍视频，就是我拍完我就哦，这句话画完了。